我是在跟一个机器人打球吗？你打得不错。你说的不错，就说明我问题很大。能不能给我点有用的意见？我在观察，这是我的习惯，先看出你的问题，再对症下药。哦。是第一次认识我吗？我是拿这事开玩笑的人吗？你总是什么都不说，我又猜不中你怎么想的，干着急。不着急，我会告诉你的。